哦，还要写歌词给他哦，好无聊啊，讲不听。车厢空荡冷清，心却因想你纷乱拥挤，从不心存侥幸。这是谁写的、啊？是班长。啊？他有划线的，就是。轰动全场的男同学抽亲情告白，千万别错过。是班长，他有划线的，就是不顾一切就是爱你。当我脆弱的时候，只要你说我爱你就行。啊，国中的时候，国中班长，手牵手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在一起。同一个人吧？哇，哎，都是同一个人在写他的话，爱就是一份心甘情愿。抱一抱就抵过万语千言，手牵手就敢去海角天边。天哪！好脆呀！那时候才国中年纪很小，不懂爱情，就只是国中写的这样。天哪！好想刚光看他，你刚刚念的这样，我就好想谈恋爱了。好，下一位国中生。好，现在变是高中了。嗯，我高中了。哇，你书包都有呢。哎，你的书包拿过来看一下，好新哦。为什么？你这算乖孩子，玉达高中，好乖哦！以前我们都会把这个反光条割掉，哎，对，有，这样还帅啊！画画，对，那里面写很多。我们以前是把这加长，哎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加长，然后呢，加超长呢，对，我们都比短的，现在比短了，对，哇，时代变了。哇，哎，我觉得短的，它原本前面有一条，把它拔掉了。你看，对，早该拔了啊！这样子粘起来，如果走在马路上，比较不容易被车撞到。比较明显呐，哈。最近暗恋贝利，什么什么？你在哪里上课？超重的，太重了啦！最近超是盯很紧，还有这个。你是想当蓝牙吗？教会右手的教。他上课带这个，带这个干嘛？你是想 K 人呐？没有，就是还可以保护自己，因为太重了，在书包坏人怪人 K 过去。可是你常常带这种东西，然后背你的以后会五十肩呢。还好，还有就是拿着可以提着就好。长不高。你是每天上课都会带？就是课本没有那么多的时候。那你都是老师上课，你就在那边练？还好，可以在下面站着。好快哦！下课老师有没有对你很客气啊？应该会。对，我有限制，就是限制一定要带。什么？你太跳痛了啦！你这种练拳的，你还在那边写信？对啊，还那么可爱的。就我们对，就是传纸条，还有很多种方法。可以就是卷卷卷放在笔里面，然后就传，就把笔芯就是原子笔中间拿起来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写在课本上，然后跟你换课本，就是可以直接看，也还是一样在看书。好，欢迎妹妹。好，你要分享什么时？我高中差不多，我刚刚算一下，在五六年前有吧，就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带这个电棒卷。上学的时候都带，上学我在家里先卷，然后卷到快要迟到，就啊不行了，再把它放包包，然后带去学校上课，那会很烫哎。这个刚卷完，然后放包包很烫哎。就因为我包包里其实东西就还好，就是一些拉里拉杂，没有再带书本的。对啊，书本都放学校抽屉的那种。哦，带这个过分吗？我觉得好怪哦。哎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那个二女儿读小学的时候，我让她带电视机去上课。带谁呢？是带电视干嘛？对啊，对，小朋友可以看电视啊。怎么看呢？你看，有，那时候从那是在边上课边看啊。对对对，不念书啦。那他干嘛去学校？他念什么书啊？那玩一玩就算了。也不会啊，读什么书？你就觉得，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读书的。那他是烤鸭蛋哦，大概差也没差多少。他的书包里头只有一把雨伞跟一个便当，他非常开心，随时都在笑。你看，没有读书也过得很高兴。哇，过得很快乐，恭喜他女儿了。我女儿啊，二女儿是 Makio 吗？不是，胖姐姐。胖姐姐啊，怪不得她现在这么胖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你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以前都要带一
支起一笔去学校。什么？怕有人找你签名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要拿来画眼线。迷恋109的时候，用起一笔画眼线，因为差不多在我高中那一年。但是现在长真眼，以前没有长。但是那时候高中就是会翻一些日本杂志，有超多那个黑妹109。用眉笔就好了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学生啊，省钱啊，然后就觉得跟同学两个人带这个，然后就觉得哎，我们两个互相。那怎么卸得掉？不要卸，隔天就不用画了。哇，好方便啊！还有一个心态，就老师说我发现你画那个眼线去洗掉，你就说洗不掉，我用起笔画。对，这老师也不知道哪里没辙。他用奇异笔，这你第一次听到吗？奇异笔可以画大一点了，眼睛。熊猫，哎，对，最近的熊猫很热门啊，画大一点，画大一点啊。哇，这样如果是我女儿，一定会被我扁屁屁、打屁股，怎么可以？你这样子怎么卸得掉？然后你这样会伤你的皮肤，哎，你知道奇异笔是化学的东西，你对你对啊，而且画到眼球里面的话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对啊，疯狂啦，疯狂，以前疯狂。好，下一位，我带的是这个，毛毯吗？对，它是贝贝，而且它够长，它可以包住我全身。对，你上课都在这里？上学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就直接入睡。天哪，入睡，而且就坐着，难民啊，难民，我就这样。难民就睡，然后有时候觉得有点太亮，还可以这样。天哪！那老师有看到你这样子盖的？没有，就会越滑越下面，然后就躺到下面去。然后同学就把我挡住，我就要睡了一节课。你们学校是没有屋顶啊？有太阳，好不好？有太阳。我从国中、高中都有冷气。哇，学校是国立的。可是就都有冷气啊，有冷气。天哪，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冷气呀？那个夏天是热的要死啊！有电扇吗？你们？电扇还没有嘞。你的时代夏天很热，我的时代应该没有那么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晓得呀。为什么？我们小的时候。你就是圣婴现象，我们要探讨这个。对啊，环保之类的。就是没有那么热哎，我这样不夸张，我同学还有人就是中午睡觉的时候直接拿个睡袋出来，然后躺在走廊中间就睡。男生，对，而且他是我那个高中同学，他是星光大道的。谁？下节课回来，小曼要来揭晓演艺圈的天大八卦。就是中午睡觉的时候，直接拿个睡袋出来，然后躺在走廊中间的男生，对，而且他是我那个高中同学，他是星光大道的。谁？讲出来，谁？领导员，胖胖的，很会唱，嗯，然后他以前就是我国中同学，然后。高中同学，然后他就买一个睡袋，然后直接躺在地上，然后就用睡袋，然后就包起来就睡了。然后就是下一节课老师来叫他起来了，他还说不要再让我睡一下，然后就睡到走廊走到中间哦。他很注重睡眠品质哦。对，注重。哇塞！下一位，我是就是上课必定会带的东西，什么？就是我国中开始都会带的少女爱情。